嗨 ，Mexican 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有跟另外两个频道的创作者一起来飞空拍。我们现在在大家熟悉的这个巴黎。那我们今天有谁？这个 Bobo TV 的 Kira， 耶，大家好。Bobo， 对啊，这个能他哥哥可以录进吗？要怎么称呼？就 Kira 哥哥就可以了。Kira， 我们最近那个言馋面馋，这个订阅率很顺，但是好像不有些另外的地方不太对，最近不太顺心，最近一直跌倒，老了，都是老了，都是 Alan 哥爬太快，我都追得好辛苦。喝啤酒不要上洗手间，要小心，我知道，不然你会跌倒。好，我们在飞空麦就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，第一个就是。远离刚刚，譬如说那边有小朋友，怕危险。小朋友他们会很好奇，会去摸，对，他会去摸去看。有时候你没注意到，那打到了，我想家长就找你麻烦。真的。对，就是我们要预防一些，我们很小心，但是在旁边看的人他们不会小心，但出事我们要负责，没办法，因为现在玩空拍机就是原罪，出事就是我们要负责。对，所以玩空拍机的要把自己的。那个不是要把自己的标准再比一般人再提更高一点。你可能别人一般人看说，哎，这样应该很安全，但我们的想法要在网上再提升一级是比较保险。现在是36.7度，那有人穿黑色的衣服，对啊，快乐死了。OK， 好，最近听说这个 DJI 又要出新机器了。对，然后 Alan 哥说一个人要买三台，我拿完买三台，然后一台借给我玩，一台借给 Bobo 玩，然后一台自己留下。Alan 哥人真好。然后你现在不是土豪，你现在还升级干话王。没有，并不是这样的。我觉得跟 Alan 哥这边拍比较多片，然后都会讲一些干话。然后所以 Alan 哥，我跟你讲， Alan 哥家里啊有个柜子在放空拍机，我关机了，然后分成关。我 Alan 也觉得啦， Alan 主要也是飞这一台，目前来讲我们觉得最稳定的。然后接下来要出的就是这一台的二代。哦，二代。对，这台的二代，所以大家现在都不买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台二代都一直谣传，原本是7月18就要发行。然后这一台它的优点是它非常的小啊，就是你看，它对，弄下来就一点点，它的画面没有输它，可是稳定性我认为是差蛮多的。就是你等一下玩看看就知道。你没有带机卡吗？还是有，不然就插你的机卡。他们没有玩过空拍机，所以他们非常想体验一下空拍机。然后 Bobo TV 他们是从台南上来的创作者，对，今天很开心可以跟他们一起飞空拍机，然后体验一下。他们有考虑要买新的空拍机，不过因为现在新的空拍机准备要上市，所以大家都还在观察。如果要买空拍机的朋友，可以在稍微等一下哦。刚看了老半天，原来他们是用 M50。然后我问他们说，他们在拍影片的时候会不会跳格？他们才恍然大悟，有时候会感觉，如果画面动比较快的时候，格数会感觉好像格数不够，对不对？它有个地方可以设定，就是一般来讲，它的格数好像不到30张，一般我们最少要30张。M50很奇怪，它没有30张，它只有25，不然就是50。你画面如果快速，譬如说这样移动，对不对？嗯，它就不会跳格。啊，你如果像刚25格，其实25格是。太低了，我们最少都用30格，嗯，对，啊，但是它奇怪，它没有30格，它一跳上去就是50格，50格是不上不下的。第一个它没办法做慢动作，第二个它也称不上一个标准的，对啊。请留意返航位置。教你很简单。真的吗？对，我有点害怕。大不了炸机而已。其实不会炸，因为也差不多该淘汰了，因为新机要上市，老爸准备要买新的。我今天故意约 Bobo 来，就是想说趁我老就有个画面，然后我可以跟我老婆讲啊，都是 Bobo 把我的 Pro 弄炸掉，所以我就可以买 Pro 的。哎、啊、，Bobo 来，你先飞。新手通常让屁股朝自己，飞机的屁股朝自己，你比较知道方向，不然你会。你如果方向一反过来的话，你会有时候措手不及。对，就方向会控制相反。对，现在这是屁股朝向自己。你试试看。你刚刚讲话，哎、欸，恩哥说要买送我啊，所以我一定不要吝啬。Pro 2，我要关机了。好可怕！干话王真的是。We'll be right back.
丹哥啊，你现在开始在空拍对不对？我好热哦，我跟你讲，很热，来吹电风扇。我们来吹电风扇。吹电风扇。好。这样感觉很不赖哦，好凉哦，很凉，你要站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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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好凉啊，太热了，今天38度，真的太热了。哎，这是天然的空拍机电风扇，哎，对啊，哦，好舒服。左横移，右横移。你的屁股没有朝着我，我是初学者，我喜欢从后面来，好恶心哦。好，你试试看，你要降落是不是？对。然后你就往下，一直在往下，往下，往下，慢慢往下，慢慢再下来，再下来，再下来。哦，太热，太热了，太热啊，快晒成干了，真的好热。如果多晒一下，可以把身上的油晒出来是可以的，问题是晒不出油来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巴黎的这个风景区这边有一个餐厅叫 My Burger， 这一家呢，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这边吃。这边，哎，那边是13行博物馆，然后就是这一条，然后前面又有海边可以看风景，但是。啊、那边在下雨，我今天天气比较热，你看这边还有小朋友的那个溜滑梯，然后这边很棒，超赞的。汉堡，汉堡，汉堡，汉堡。那、啊、你为什么只有点这样子？然后而且还是啤酒？因为最近比较穷，所以那个面包不能。只能吃肉而已。对，因为 Alan 哥不请我，只能这样。我们都只能吃淀粉了、啊，他都吃肉了、啊，因为我们比较穷，穷的人只能吃淀粉。我们吃菜，他吃肉，你看，这都是菜，青菜。对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这个空拍体验呢，这个已经结束了，还开心吗？还不错。对，因为他们下午有其他的行程，所以我们要在这边解散了。没有，你应该是要回去发薪水。对，今天是5号，不过各位看到这支影片，应该已经是7、8天之后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今天很开心，可以跟老爸还有 Bobo， 然后还有那个 Kira， 对，那各位记得订阅他们的频道 Bobo TV 的频道，好不好？我们放在下方的留言，然后还有老爸的频道。对，希望下次可以，因为老爸带我们去泰国，是不是？啊对啊，对啊，他有说组一个屁股团。等一下啦。对，这个已经录进去了。刚才不是我说的吗？是你说的吗？屁股这两个关键词应该是你说的。家都哥讲的。在你的频道都说我说，在我的频道都说我们刚聊的太好了。好了，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下次见了，记得订阅他们的频道哦。下次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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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